美食主持人名誉之争，冬季购物 PK 赛。真的好喝的鸡汤，喝下去之后它是清甜的，会让你回甘。刚刚喝到吧？哇，那是鸡汤啊！我刚刚喝的是白开水。蒜味、白味，整咬开那个汤就在你嘴巴里面怎么喷发出来？哦，你这样形容我好想吃。这个锅在日本有百年的历史，胶原蛋白豆放进去煮，它就会溶在里面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星大跟班。